Hello， 大家好，我是鞋底。Michael。Hi。I need to here. Okay. Buy minibus. Okay. Hostel club. All right. Okay. Good luck for you. And have a good trip. Okay. Okay. Enjoy Georgia. Okay. See you next time. Okay. See you next time. Okay. Bye bye. Bye bye.我跟 Michael 走路过来，我还想着这边有这个巴士车可以到那个 Memory 那边呢，结果呢没有的，因为呢它是后天早上的飞机，要从伊斯坦布尔的亚洲机场，就是萨比哈机场，飞到那个泰国去。如果他今天还在我们这儿住，他必须要到那边去核酸检测，后天早上呢他又来不及，所以说他就说要不他今天就去亚洲区住。我们住在这里啊，距离亚洲区那个机场大概有个50公里。行不行？我要问一下我去的那个地方。我们坐上这个车了。我每天呢就是坐这个卡拉阿奇的车，大概1个小时4块钱就可以到这个马场的门口了，非常的方便。OK。4块钱直达。这边是6号，但是我不知道外面是写的几号。哦，外面是写的5号，那应该就是5号。这车都很不错的，都是奔驰或者是伊雷克，也比较干净搞的。这属于这个伊斯坦布尔郊区的这个乡村巴士，因为我去的是郊区嘛。快11点喽。过去的话要12点了，但是今天的天气是真好啊！哎，骑马拍点照片。OK， 拜拜。哎呀，下车喽！真的是好运气啊，有一班车能直达，直到门口。哦，这什么个意思呀？就我这头顶上一片乌云，西北全天一片云，是吧？换好了，今天把这个 GoPro 的这个头带拿出来了，几乎是没用过这个，我觉得比较麻烦，你知道吗？稍微卡一下，这会儿可以用这个拍一个第一视角的。这里啊，有一个小姐姐正在练习。我现在也就练的这个水平，就是这个马啊，它是属于一个快步的状态，然后就起坐起坐就这样。现在今天还摆了一些这个栅栏，这是哪个大神要练，就是跨越了吗？这个我现在都不敢想。Morning, coach.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Yeah. 哦，现在我的教练在准备给这匹马儿上鞍。先来一个垫子，再来一个垫子，然后再把这个马鞍放上去。目前为止，我肯定不会这个，就是看一看，能看得懂。这也都是在网上看的别人的教学，就是马腹部它只需要一根这个带子，就一根就够了，只要你骑乘的时候把它勒紧就行了。还是这匹马，白马，哇，这个皮质的这个马鞍，反正这个位置就一定要贴合夹着紧，真的是很累。起码我感觉，哎呀，比干啥活都累的感觉。OK， 差不多了，因为这个是缰绳已经是安上了。哎 ，He's ready? Yes. OK. Ready. OK, let's go.把这小伙子牵出去，这小伙子叫 Rain， 知道吧？这是个小公马。啊，哇，天气好，
今天天气比昨天要好一点，就是有点风，但问题不太大。34 How old are you? Me too. Oh, Sam. Okay. Okay. 现在上马。哎呦！哎呀，现在上马已经是练的熟了，一定要把这个脚蹬子踩在这个前脚掌。OK。Are they the same? I think I need long. Short. It's short. Yes, it's short. Short. Stand up, please. Okay. A little short. A little short. Like this. Okay. Short. Yes. It's long? Yes, it's short. Short. I need long. Yeah. A little or? A little long. Okay, now try. Yeah.先调一下这个马蹬子 ，OK。How is this? It's short. It's short. Yeah, this side is short. Hold on, hold on, 不要动，小朋友。就每天要把这个你的这个脚蹬子的长度得调好，不然的话你做起来动作很累。OK. Practice, practice like yesterday. Faster walking.Just walk, okay. 走，出发。先来个热身，看，手的话一定要是这样子放哦，就这样子，三根手指。过会儿也是一样的，练那个快步，就是起坐起坐，就这样，就这样子。其实就是两个腿这个位置夹住，然后利用这个点儿的支撑力。这样子跟马的这个步伐相协调。哇，今天是有点风啊，风景还不错啊。来，正式的开始练习这个，啊，把手一定要放到这个区域，然后这么短，大概这个位置。这样子，这样的啊，三根手指外边，两根手指夹着 ，OK， 走，然后教练就牵着，让这个马一直在走远。我就练习，我就感觉这个马的步伐节奏，因为这个马的这个快步，它的节奏是一二一二。然后走路的时候是一二三四，说是跑步的时候是，哎，his pace， 哦，他在拉，他居然在拉屎，哈哈，我还以为他在尿尿呢。OK， 哎，这个马的跑起来的时候就是。滴答答，哒哒哒哒，就这样子。哦。On its leg. Hit there. Yes. Area. Like this. Like this. Yes. Okay. Okay. 好了，我现在有个马鞭了。哇，可以呀！我现在练的，现在这个马都能快步了。哎呀，今天有进步，终于不是在原地画圈圈了。对，就是你的节奏，马背上的骑士的节奏跟马的节奏要差不多，马才知道，哎呀，我也要走快一点了。这家伙好像是想离场的意思，就不想跟我玩了，是不是 ？OK， 哦，这个。哇、哦，不行，啊，hold on， 休息会儿。这个确实累啊，这个，哎呀。Hard， yes。
again, again.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Yes. Another thing, I have told you not to move your hands. Okay. Yes, right and left, just like this. I always forgot. Okay, you have to remember. Yes, no problem. That's okay. Yes, no problem. 今天啊，真的是好累，就一直在练这个。我现在两个腿真的好酸。结束了。Just a minute. And this. Yes, the two of them. 对，这个一定要放下来，然后抓着他的这个。今天比昨天那个还酸疼，好疼，就是一直啊拿这个杆子要打他这里，打他这里，这样子算是加速。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太温柔了，教练就说，就是这是一匹马。就是你要是不使劲的话，他感觉不到在跑的时候，所以说就必须要不断的敲击这儿，让他进入一个就是类似于应该是 fast working 的状态，就是快步的状态。就是我查的资料和看的学习资料，就是说这个马走路的时候呢是四个节奏，一二三四，但是到了这个快步的时候就是两个节奏，一二一二一二。如果说它跑起来的话，就是三个节奏，就是你看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马跑步，就是嘚儿哒嘚儿哎，啊嘚儿哒嘚儿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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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就是三个节奏，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所以说我们在马背上无非就是练，感受这个马的节奏，然后跟它一块起伏，这样子让马也省力。就是马该使力的时候我已经站起来了，马下去的时候我也下去了，就这么一个跟它一起。做动作，这样子的话他也跑起来舒服，我坐起来也舒服。哎呀，好难学啊，不过今天才是第三节课，我有信心。 Let's go, go home. 好了，回家了。哎，就是当骑手不太行的时候，马也累，因为这个马会觉得这个背上坐了一个是不是傻逼啊，知道，就这么个意思，知道吧，马都瞧不起你，就是他想跑的时候呢，结果呢你在上面就乱动，知道吧，就影响他的这个节奏。毕竟的话人家是专业的，知道吧，他是专业的，就是教练嘛，知道吗，一旦你做的动作太挫了，他都有时候都想反抗，然后就那种走到这个门口的时候，他自个儿都想我出去算了，我他妈的不想跟你混了，就这么一个状态，知道吧。哎，很有意思。来，牵你回屋，啊，这样子，再让他掉个头 ，U 腿，OK， 我估计啊，明天下一次还是你看一看，有点嫌弃我是吧？傻逼，赶快走，他这是他的意思，可能是。叫。When you work, when you work the horse. Oh, you need to work. Always must, you must be careful. Oh. Not to step on your foot.Oh, yes, you have to be far somehow. Oh, he stepped on my foot. Oh, sometimes. Yes. Oh, 就是他这个马，他会踩到你的这个脚，所以说要稍微离他远一点，知道吧 ？OK, next time, be careful. Yes. Yeah. 哎，对。OK. Hey, hello, 过来。估计嫌弃我的技术。明天我得休息一天，就是在马背上45分钟，以现在我的这个状态来说，真的是要我的老命。我是腰又疼，屁股也疼，然后大腿内侧也酸，就这么一个状态，知道吧？就是
我今天骑的时候，就是那个快步 fast walk 的时候，骑着骑着，我也就是就那么一会儿，要是休息够了的话，就那么一会儿我能坚持。哎，要找到节奏，跟他蹬蹬蹬蹬来个十来米，然后就不行了，因为他的这个节奏有的时候他也会稍微有点变化，嗯，因为那个路面嘛，就是那样一个变化。结果呢，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个马术呢，他又要求就是我们必须要整个人笔挺这样子做动作，而且那个手，你看教练一直说你的手张出来一定要拉短一点，然后一直放在这个位置，这样子就是说白了就是好看，你知道吧，就是一定要做足了这样子一个规范动作。但是一直做这个动作啊，他这个抖啊，反正我就是觉得哦，真的是好难的。哎呀，其实还有就是真的腰疼腰酸，然后屁股疼。等到休息两天再来吧。用一次是一张这个票，这个票我还有8张。这个改天的话，李哥他闲了，我带他过来，就是让他来体验一下，在马背上待上45分钟真的是不行。今天是10号，我过一会儿等到晚上了再跟那个就是大哥联系一下，他应该是今天能飞过来落地，应该现在可能还在飞机上，我就应该明天或者后天我就应该能拿到我的装备。这样子的话，我跟李哥有可能一块儿去这个格鲁吉亚，他还没去过格鲁吉亚，他说到那边去玩一下，因为他现在这边事情也不多，可以离开土耳其。好了，这个视频呢到这儿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点个关注，点个赞，就这样子，拜拜。